2019年11月17号，台南林志玲和黑泽良平婚礼即将举行，婚礼宾客陆续抵达酒店。林志玲的哥哥林志宏抵达，林志宏身穿简单白色 T 恤，造型朴素。恩师洪伟明也身穿正装抵达，墨镜遮面，难掩喜悦。开心步入酒店内场，林志玲婚礼从白天至晚上，11月17号下午3点20分开始，将在全台吴市大宗祠举办传统仪式。届时，广大亲友及媒体将一起见证林志玲的婚礼。由于林志玲的婚礼受到了广泛的关注，根据当地媒体的报道，甚至暂时性的带动了当地的旅游业，当地的住宿率几乎爆满。毕竟林志玲可以说是台南最大的明星，当地的荣耀。之前当地已经宣布封路，17号上午台南宣布扩大封路范围，以便林志玲的婚礼能够顺利进行。至于婚礼保密方面，举行传统婚礼仪式的门口已经被遮挡得严严实实，完全拍不到里面的状况，保密工作做得非常好，就连招待亲友的菜品都签了保密协议。